听说没人能逃得过螺蛳粉的真香定律，品牌亦是如此。终于，奈雪这个网红茶饮品牌也对螺蛳粉下手了。就在前几天，自奈雪的茶在官微向大家发出真香警告之后，正式官宣联合好欢螺推出跨界联名一碗螺蛳粉软欧包，解锁嗦粉新技能。有人认为螺蛳粉跟臭豆腐、榴莲一样，都是人间极致美味；也有人认为难以入口，不忍直视。由此分成了很极端的两大派系：拒绝派和上头派。一是关于螺蛳粉专业，今年五月的时候，全国首家螺蛳粉产业学员在柳州揭牌，一下子将全国首家螺蛳粉产业学员揭牌、中国首家螺蛳粉产业学员开课多个话题推向热搜，就连央视财经频道也用2分钟时长报道这一消息。网友也发出螺蛳粉要崛起了的感叹，还有的建议给嗦粉师搞个评职称，才下热搜又上央视，这些种种似乎在告诉我们螺蛳粉正在逆袭。CNN记者报道。